陈小旭就是林妹妹，林妹妹就是陈小旭。每一张老照片都极具经典。1987年电视剧《红楼梦》中林黛玉的扮演者陈小旭已经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。在观众的心中，陈小旭就是林妹妹，林妹妹就是陈小旭。陈小旭每一张老照片都极具经典，令人惊艳。林黛玉生的倾国倾城，兼有旷世诗才，名列金陵十二金钗政策之首，奈何天妒红颜，黛玉因情含恨而终，死于其在潇湘馆的闺阁之中。陈小旭将林妹妹这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，她似乎就是为林黛玉而生，无数的翻拍都不能与之媲美。林妹妹进京这一眼至今难忘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陈小旭呆萌的瞬间也是十分可爱的，让人心生欢喜。一弯似蹙非蹙鹃烟眉，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，这样的描述将人物的自然性和社会性高度统一，达到了以眉目尽传其精神的目的。这样的陈小旭美得极致。87版的《红楼梦》一直被模仿翻拍，但是从未被超越。陈小旭版的林黛玉真的无法被超越，她宛如一位仙女下凡，清秀淡雅，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。林黛玉非陈小旭莫属，世上再无林黛玉，真正的绝代佳人，气质太佳，如今的社会再也没有如此天然无雕饰的美女了，仅此一人。陈小旭就是从画里走出了得真正的绝代佳人，黛玉的化身，陈小旭才是真正的美女，真正的林妹妹。白玉无瑕称至宝，青莲不染发西香，说不上最漂亮，但是她的美得到所有人一致认可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